交费欣慰啊，是好啊，嗯、啊，多少人看着来听相声，喜欢，说明什么？嗯，说明大伙爱这个，对，相声有您的支持，嗯、啊，不会灭亡的，那倒是，是是是。是是是我们两个人大伙儿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哎，有熟的有不熟的，是中国相声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，是这个人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著名演员，不敢当，不著名，说得好，没哪儿好，人也不错，没有没有啊，不像您说的那么好，好人不敢，好人你还商量什么呀？说是，那我说是就是啊。你是不是好人？是是是。这说瞎话啊！您到底是不是这个？您客气客气。那我说我不是，那也不像话呀。好人啊，人性好。那您捧说相声这老乐啊，没有是。这玩意儿说来啊，嗯，好人不多，坏人不少，嚯、哦，流氓无产阶级，是啊，就我们这行，嗯，找于老师这儿，嗯，说实在，你往上看，往下看，没有，哦，这是个完人，哦，还完人，完了，哎，就完了这么一人呐，完整，哎，这么说对，挑不出毛病来。哎呦，您也过这。说实在的，就您这为人啊，就得往古人里边去找。哦，我找哪一位古人呢？就您这多才多艺这劲儿啊，像谁呀、啊？李师师。李师师，宋徽宗最爱李师师。对对对，能力大，有能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哦，有句话说不说在我，听不听在您。您说，把名字改了吧？我改叫于师师。于师师了，这叫肉头，肉头，多嫩啊！那管什么呀？光一个李师师把您就比完了吗？哦，还不行。就您这性格，性格也好啊，刚正不阿。那倒是，正义感很强。哎，应该的。说相声都是找您这儿的，没有，也不好找。古人里边去找哪一位？杜十娘。把名字改了吧，改叫于十娘。哎，于十娘了又。伟大的母爱啊！哪儿有母爱啊？这里头，这俩人也不能比完了，你们还不行啊？民族气节最重。哎，这是对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是。现如今北京城国难当头，嗯，只有于谦一死拯救万民。哦，你死去吗？我死去，死去。死去啊！谁跟您比呀、啊？啊，赛金花，赛金花。当初八国联军兵困北京城，嗯，没有赛金花出头露面，北京就完了。是是是，把名改了吧，改叫于金花。于金花可有一样啊？刮大风别出去。为什么？广告牌子被你拍倒了，大伙得说说什么？哟，砸金花了！嗨、哎。还有玩牌的，这得啊！说明您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哦。但是重是重 啊, 啊，您不能找一不是妓女的跟我比一比去。别人不足以表达您的高尚性啊！只有跟这几位比啊，说明您的人值得钦佩哦。希望您这样的演员长寿。哎呦，我借您吉言，多活些年。好，为相声做贡献，应该活一百岁的老寿星。哎呦呵，您看看，我300岁啊，又长了500岁。哎呦呦呵，呦，500岁的老艺术家。哎呦呵啊，500。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看见您。好、哦，看见吧，那属于先生了。是，人还动吗？动啊。500岁，我还躺那儿动呢。别跟我咬着，咬着还咬啊！希望您长寿哦。你要是身体
健康。嗯，头一个高兴的是我。啊，您当然替我高兴。我们哥俩交情在这儿呢。对，过这个是好，希望你好。得嘞，希望你天大的祸事，我愿意为你去扛去。你这是朋友，为你费多少劲我都乐意。哎，哪怕你犯大错，我也俩人要枪毙。哦，我喝出万贯家财。嗯，我给你买一个按揭。对。怎么叫按揭呀？按揭两年，按揭两年，那不叫按揭啊！哎，那缓刑。就说这意思，为你、嗯、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咱够朋友，咱得人家的好处。哦，这还怎么说呀、啊？我跟他关系那是不错。嗯、啊，我跟他上辈，跟他父亲，嗯、啊，我们他爸说实在。您这您跟我爸爸都搅和一块儿了，知道吗？说我们老爷俩啊，好啊，是忘年交。哎，哎呀，我爸爸告诉你，我啊，还是没分开呀、啊，这个我们两人好跟一个人似的。是啊，这么好哦，这老爷子了不得，真的啊！年轻时候是有名的老中医，对。学医的、啊、嗯，北京四大名医，嗯，教他爸爸一个人，就这么一徒弟。呵，说实在，最早在同仁堂那做孩子的时候，对，不是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不，嗯，同仁堂那不坐台，知道吗？谁说坐台大夫吗？坐堂的大夫那是，差不多，堂差远了，这个差远了啊，坐堂大夫。对了，一扫于谦他爸爸，谁都挑他们哥，嗯，罢了，要说王大夫这人啊。就别得人好处了，嗯，指不定得谁好处了呢，你。老爸，说两句吗？尿道病毒。尿。行行了，不是，哎呀，行，别说了，那个尿道病毒啊，有这怎么说？尿道病毒啊。尿道病毒啊啊！说实在，那么些年啊，嗯，没出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好妇科大夫。对。学妇科的啊，妇科大夫哦，一来女患者吧，乐呀乐。后来通常就开除了，哎、开除了也没提，也什么原因没提哦。说这个条怎么说，这段说啊，这还管着。家里有间小平房，嗯，老是跟家为人民服务，好、哦、自己开的弄小黑屋给病人检查，怎么还小黑屋检查啊？嗯。后来病人家属给送块匾，怎么写？妙手银心。银心像话吗？怎么着？妙手回春呢？是咱不管那会儿小啊，有这个。那您就这么说啊？我上家去跟他唠嗑。哦。这会儿要是扔女病人了，你俩聊会儿。哦。老头给我讲了古典文学。您去他也高兴。一屋子书。哦。一屋子马蹄面墙线装的。那会儿小啊，那看懂了。哦。老头给我讲。嗯。啊。各种版本的金瓶梅，嗨，这不他看点别的好不好呢？您就得看点画，还看画，看书吧，这个爱着老头儿，哥俩聊得来，是啊，聊得来啊。包括老头儿，老头儿后来身体不好，我经常去。您瞧他去，我一天一趟。哎呦，他那会儿不在家，我出差，出门演出去了。对啊，演出去。嗯，他们家哥仨。哦，他行二。对，中间一大爷。底下三兄弟是哥仨，岁数差不多，是踩着肩膀像大爷，隔着不远。大爷39，对，踩着肩膀啊，他37，可不吗？人大，差两年。三兄弟14，对，这是踩肩膀吗？这个差不多了，差远了这个啊。老三在那儿做买卖，哦，家里大爷一个人，嗯，天天守着老头尽孝。那段时间总是咳嗽，后来就躺着动不了了，哦，我就上那儿看。卧床了，我有一进门，我说在我眼泪都下来了。怎么？老头躺在那儿啊？嗯，要不怎么说这个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？是是，真难。嗯，就这么大的能耐，嗯，他会多少种妇科疑难杂症？嗯，他躺那儿对自己不管用，多新鲜呢！啊，跟自己有什么关系？大爷坐在那儿，嗯，我一瞧，说句良心吧，我这人想跑个钱。爱哭，我躺过去啊！老头那脸难受，惨绿惨绿的。嗨，大哥那脸，嗯，翠绿翠绿。怎么他们娘俩谁先死啊？这是？怎么全绿啊？两脉翡翠。嗨，怎么了这是？大哥怎么了？啊，哎，得狼来了。啊，行行。
难受。他也咳嗽。啊，都是够熬的。哦。我是多年在家。嗯。签儿，我三哥在地。可不是。我自己盯着。嗯。我两天没吃饭。你看。你别这么着，你哪儿都别吃亏，别吃口啊！我替你顶啊！嗯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对，饿了呗。老头说：“你让你躺着，是不是？”是是，快去吧。啊，上什么上什么房？您替盯着啊，我得盯着点儿。是是，边边大哥呀，嗯嗯，老头比我更好。哎，咱多少古典文学知识从这儿得来的？没多少，就一本《金瓶梅》，你知道吗？说到这儿，啊，你爸爸那儿。哎呀，是接不上气儿，不是滋味。嗯嗯啊，你也有精血啊？哎，等会儿，怎么这话都出来了？什么叫也有今天啊？原来多壮啊！啊，大高个儿、啊、是肩宽背厚、啊，他壮，一脸的厚心毛。哎啊，全长脸上了，这个跟金刚似的。嗨。现如今这躺没人样了，瘦了，看烟熏呢。啊，曾几何时，老人家啊，叫我看书识字啊，别提这个，给我缝补鞋袜。哦，叫我偷西瓜。嗯，叫我扎金花。不、哦，带我走上了光明大路。嗯，现如今他躺，报应。嗯、报应。怎么说话呢？您这是，我抱着他，他也不答应我呀。嗨，这是没有这么说的。老爷子，睁眼瞧瞧，啊，认识我吗？是，都刚来了。啊，他说什么？呵，行，还能出音儿吗？那可不是吗？看看，我是谁？德刚啊，还认识人。哎，我很感动啊！是吗？人到这会儿还能认识我？您近的，我扶您坐会儿吧。啊，饿了，弄口水吧。喝点水，还不行。我干点什么呀？怎么办呢？您要什么呀？怎么我怎么着？我要小姐啊！这可不对，这个，这老头怎么了？这是？该死了！哎，对。什么岁数了？这样要小姐啊？嗯，怎么了？方便一下。嗨，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？他这结小手就完了吗？受金瓶梅的流毒啊！嗨，一辈子没离开这个的。我扶您起来吧。啊。啊。啊。尿完了。得。鞋，那就嗨，烟一阵儿，必须的，您的啊，老爷子您放心，好好养着，没事儿。嗯，哎，怎么了？太坏了啊！没说别的呀，是，我得看看鼻息呀，看看有没有气儿，看还喘气儿吗？啊，怎么样？死了。对呀、啊，不死也让你给处死了，这个。整个都死了。废话嘛，一点没上您道理啊！啊，这苍蝇头，太快点了吧？这个来了啊！这怎么办呢？嗯，赶紧进厨房吧。哦，一进厨房干嘛？我愣在这儿了。咋了？我眼泪止不住。哭什么呀？我看你大哥，我严心呢。他干嘛呢？这两天没吃饭啊！百日床前无孝子，是是，这样没地儿找去。他是孝顺啊！嗯，他你说他吃下去吗？那你给他炖个肘子，特哪香肉可吃不了，根本就不行了。我在这儿疼着，哎，也就煮了点面条，可不就吃点这个？哎呀，煮了点宽条的啊。煮点细条哦，煮点干干面，弄点小碗抻条七个样面条，嗯，炸的酱，大的卤子，哦，羊肉丝是，干干面的调料啊，细的芝麻酱，炸的花椒油，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？都这时候还吃这么全呢？三十多样菜码，嚯、哦，这会儿正包蒜呢，哼。有心上吃蒜，我说你真行啊！啊啊啊！你这心忒宽了。哎呀，还
吃得下去？你爸爸死了。嗯。啊！你爸爸死了。告诉他。哎呦喂！这才难受起来。啊，不让他吃吧。啊，吃了三碗又喝了两碗汤。不，原汤化原式，溜溜缝，把碗一放，往人就人傻了。怎么？掏出根烟来，先抽根烟。我也不敢打扰他。是啊，不让看着。半个多小时不多问我。嗯、啊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碗没听见，没往心里去，合着。你爸死了。啊。是啊。瞧什么呢？哎，又有点多了。行，别吃了，先瞧去吧。就心宽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能这样。来这屋，趴在这你爸爸身上。嗯。哎呦，还哭出声来。宝贝儿，哎，干嘛哭？哭宝贝儿？怎么哭啊？那可哭爸爸呀。怎么哭啊？这个啊？这啊？我还教你是怎么着？没教过呀？那就得哭爸爸。他哭了多少？牛打门口噌的进来。啊。你三兄弟回来了。哦，我兄弟老三做大买卖的。是啊，正在保定那边跟客户谈呢。嗯，有一个投资30块钱的大买卖。这什么买？倒腾耳挖勺的吧？这是哎呀，我说正洗浴中心啊，池子里跟客户正商这事儿，不够洗澡的钱。你再添5块，再添5块。嗨，甭跟人矫情了。这说着手机响。嗯，打池子边上拿过手机来，喂，怎么着？嗯，是早晨的事儿啊。老头老不好，是笑得啪一扔，嗯，翻身打池子里出来，顺着冰石高速走。我一来的，我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，是吧？他戴着眼镜，那管什么呀？这个，再来个口罩，是3点式。那嗨，不行啊，该挡的地方都没挡上，知道吗？归心似箭，哎，那也得坐火车。归心似箭啊，归的心似箭，王八是吗？什么叫归的心似箭呢？不许美化他啊！谁呀、啊？回家的心，着急是哪着急？哥俩趴在这儿拍着老头哭啊！啊哎呀哎呀，哭吧！啊、这拍着板呢是吗？哭罢多时，站起身来，我得劝你。啊，您得说，别哭了，死丧在地，商量这白事儿怎么办吧？这是正事啊。嗯，大爷说了，嗯，怎么办？啊，家里有多少钱都拿出来花的。哦，姐心疼。对，办事。老三说这不行啊。嗯、啊，顾死的顾活的呢。怎么？以后咱们这日子怎么办呢？这倒是，够料理的就行。嗯，咱俩别铺张浪费，还得过日子。可是100块钱花，哎，100，那能办什么事啊？大爷也急了，别废话啊！俩人越说越呛了，我一瞧这可不行，怎么？死丧在地不可打闹。对呀、啊，我得劝一点，嗯嗯，别打架，别打架啊！是，俗话说得好，二狗相争必有一伤。狗啊，狗咬狗一嘴毛嘛，还是狗，二虎相争。别打架，来大爷啊！你过这儿，你过这儿。老三，你蹲在门口，蹲那儿。还是俩狗是吗？依着我说，抓紧办白事儿。这对、啊，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白布拿出来，做成孝袍、孝帽子。哎，门口一挑闲纸，给大伙送信的，大办白事儿。哦，办事。要说起来，嗯，老爷子这辈子可不容易。那当然，鬼家累业，受尽操劳，已是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愈烈。嗯，虽经北京鲁明医师、肖公有孔伯华、王恒之、施金墨以及西医方山各大名医临床贵人等待你爸爸心脏停止跳动，他老人家乘风而去，驾鹤西归，坐奔极天之际而玩了。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，宝方古人传出，各、嗯、地亲友纷纷前来吊唁，送来花圈帐子挽联补给其数。这天写指挥飞化白布帖，这天写血泪染成杜鹃红。是，大伙都写，我不能闲着。您还让这写五大字贴在正当中，什么字呢？小品吴小芳。哎，没听错了。有写这5个字的吗？随份子吗？随份子，随份子写这个呀？啊，我不写，反正门口大门左边这张纸是我写的，是吗？哎，苍天有眼。哎，我爸爸早就该死了。
不该死？这什么叫该死不该死啊？我写的叫什么来着？速报不周，您这写的不好就怨我啊！我看你们家就看你那见天儿贴的没注意。哎，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，这个、嗯、没有天天贴的。都弄好，你老头换装过吧？装过。先把这身给脱了。哦。嘁哩咔嚓脱了衣服，这臭啊！哎呀，打着窝子孜然味儿，这可躺过床多少日子？坐大柴锅啊，加上衣服，里边水哒哒。开水，我脱一大光膀子，啊，来提兜子，嚯，打胶皮鞋，嚯，水热了吧？啊，待会儿还待会儿，待会儿，您这退猪毛的是怎么着？干干净净的，擦洗干净了，啊，换好这身衣裳啊，整个金刚经脱了金背，漂白度高头水袜子，嗯，好看，是穿好了，哎，棺材就抬来了，哦，棺材来了，不是你爸那棺材，嗯，确实很了不起，对。这是棺材嘞，别扔了啊！这蛐蛐过笼，知道吗？秀气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么比喻的，很好看，得大啊，比这大，那不过来吗？是北京前代打木厂、万祥木厂做的材料叫金丝楠，讲究。棺材来了，上三道大漆，挂金边，头顶福字，脚彩莲花。哦，棺材口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点字，写着你爸爸的名字。哦，上写新丰，新丰俩字是横的，底下白字是你爸爸名字。怎么写？新丰，嗯，登侍郎于太英，嗯，混进锅。哎，我爸爸叫于进锅呀、哎，什么名字这是？叫什么？嗯，头炮饼。鱼头炮饼。您怎么胡给起名字呀？好听这名字，写他名字就是食欲。哎，没听说过，都死人了还有食欲啊？都弄好了，嗯，开始入殓。哎，入殓，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。对，进棺材。哎呦，请来这些人呐！啊，有吹唢呐的，哦，吹管子的，是是，敲锣的，对，那个锣子看出瘆得慌。哦，大。哎，说出来了，就在这儿。哎，啊，这是锣呀，这个。嚯、哦，这心儿，心儿，这嗨，锣旗儿这么大，个儿那锣这么大。对，咣起，咣起，咣起，咣，这声就对了，震天震地，嗯，敲的人心都碎了。是是，阴阳声已到，吉时已到，嗯，掐尸的入殓全过来了。哦哦哦，请大爷。哦，长子抱头，就我哥哥，大哥过来。嗯，走走来走，哎，来咱来。您这往出捏臭的点呢，是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抱头这么抱啊？那是啊。老师傅受累，吹吹开始来走。吹吹，嗯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好日子，像话？什么曲子这是？哪懂这个是吧？不懂您就说。哎，装在棺子里边。嗯。第七天头上开始念经。哦。三藏盘尼寺横经倒弯的来。是是。别人家花得起这个钱吗？没人请这。也就是你们家。对。请来和尚高搭法台，正当中头戴五头冠，那位大帽是。他领着大伙念。哦。咽口湿湿开，深有耳经，呵，扔米撒小馒头，热闹。好听啊，好听啊，这叫好听。哎，这么着得了，嗯，既然好听，您在这儿给我们学学这个念经怎么样？念经是吧？哎，来这个啊，和尚念这经。我会多少，我来多少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借您回劲儿，使多劲儿。好好好，念经。当堂成敬，嗯，朕即将堂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。
弄这儿了？这个多好啊，还能都往下唱。好什么都流行歌曲了都。能串好些歌了是吧？嗨，那有什么用啊这个？每七天内的规定，七七四十九天。不，僧道谈你轮番来北京，军师您的军师给你爸爸转咒，我讲究。别人起得来吗？是是，军师您的来了。哦，功德您的也来了。喜事您的也来了啊！馅饼粥的，哎，不是，哪来那么些厨子呀？这个开庙会吗？庆祝一下吗？什么庙会呀、啊？这办白事呢，知道不知道？一直等到出殡这天，早晨起一瞧这天儿啊，呜，那这好天儿，黑的跟锅底似的啊，阴天呐！噜噜噜噜噜，打雷哦，哎呀，打伞是，一瞧打雷，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啊。有报数的吗？是不见得准批得上。那对了，批上不就死了吗？这个搞笑吗？这为了搞笑，什么日子口的搞笑？搞笑，这不用这个呀，活跃气氛呢，是吧？好嘛，这白事知道吗？一会儿功夫，晴空万里，红日喷薄，还出太阳。院子里边一三根白纱高，嗯，搭起一大棚过街牌楼，东五二楼用蓝白纸花搭的彩牌楼，上写三大字“当大事”。对，孟子曰：“为宋。”以当大事。嗯，早晨九点钟，祠堂发言，先放三十解号，请来文官联主、武将几门，先由二十六杠五井金砖请出再上小杠四十八人杠，后放大道八十杠，杠铺满都是红缨帽、绿夹衣、一头洗澡穿靴子，一个个是满三套裤，八十人杠分三班，二百四十人摆开四长十五人，浩荡荡威风凛，紧跟就是智儿之马。多大的台上有开路为大路为英雄斗士不老虎，方玉方向哥二将秦兄弟也身着玉立四大门神，杨学爱左高不一书记宁威四贤，指儿若是平音发鼓子弟文唱齐个大户拜家庙，中豪富中情乐松管四德四教的高二八的八教的金冠五豪金的英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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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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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抬回来了，没坟地，去你的吧！相声都是编的，对，这段是真的，没有，哎呀，这段也是假的。你说有，哎，我干嘛呀我？你说有，我给大家说一段。听这相声，我把我爸爸都豁出去了，是吧？好，我现在给你爸爸再说一遍啊。哎，没有这么说话的，没有啊，哪儿这么些个呀？不许在舞台上拿伦理找包。哎，您要不说，大家的乐啊，不是也是批判的乐，知道吗？是啊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哎对都当爸爸了，心里还这么怨呢，从来不爱占便宜啊！是啊，大伙儿不是圣人啊！我不老信的。爱听相声有好处，嗯，哈哈一乐。反正我这人的素质也就比较低一点，是吗？也没什么文化，嗯。虽说写过书，当过编剧，做过导演，嗯，给大学讲过课，但文化水平不高。我的觉悟也不高，觉悟啊，所以说我们只能这样。嗯、目前只能先让观众笑，
今天早上有一个节目找我去做访谈，嗯，其中他问到说有人说批评你的节目只顾搞笑不顾教育，你怎么看？嗯，我说先搞笑啊，不搞笑那很搞笑啊。相声要不搞笑那不就完了，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首先是怎么救活他，对，而并不是考虑救活之后他的路怎么样，他怎么为人家服务，他上哪儿上窑去，怎么能干，那活了之后不死你说那个吗，是不是啊，说的有点远，是不是，谢谢大家对我一个粗人的理解啊，常听讲身心快乐，乐吗，是不是啊，各个年头都是在的，缺车的，缺钱的，缺房子，缺德的，啊，缺什么都有。是，记得这个我给不了你啊。对，该挣钱你挣钱，该还债你还债。对，这两三个小时如果能让您开心，嗯，暂时缓释一下，我觉得就一定功德无量了，是不是？错，先咱们先就这样，若干年后好了再说以后的事情。啊好多好多朋友说，哎，我心里很压抑，但是突然向我痛快了。哦，我说谢谢您。嗯，这说明我们的作用达到了。哎，您承认我们了，对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当然了，要是真有病，您也得看病。对，是吧？你说肺癌晚期的，听两段，你得死在这屋里边。啊，这，那就害了人了，这。该看病还得看病。嗯，大病治不了。是啊，别耽误自己。哦，好多人病都耽误了。对，比如说。都说我呀，我现在很兴奋啊，我这要倒霉这就，你我说谁呢，啊，不还还说你，哎，谁也甭往下找，最后肯定落我这儿，当时人掏二百块钱才说的，啊，就说你吧，说我行，说你在哪儿不痛快，哎，对，我不痛快，我举个例子，哎，这是有病别耽误，嗯，这点他很明白，他老是个大夫，又来了不说那假的了吗？那个，我们这相声最大的好处就是来回说，知道吗？哎，对，都有理啊。嗯，他母亲这病就是耽误的。是啊，老太太迷信。嗨，什么叫迷信？嗯，迷迷糊糊就信了。对，什么都不明白啊。别那样，有病必须看病。嗯，别耽误。他们老太太是不是耽误的？是吗？啊，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入了一个什么？嗯，衣冠道。哟，这可害人呢！这反动教会门，对呀、啊，他们母亲就信那一贯害人道啊，嗯，还帮助那道里边渡人去，渡人就是把别的不信的人来的也信他这个哦，劝化信他这道，渡一个呢，他能挣两个钱，还挣钱啊？渡一个就两个钱啊？主要是电焊啊，就炒的就高了，修自行车的似的啊，这一辈子可信这哦，后来我就让人偷着信。自己偷着，偷偷摸摸的信，哎，有病也不吃药，跑那儿问去，问大仙儿，得这病怎么办呢？是是，给这好办，啊，回家弄二斤香灰吃，香灰，我太太回家还香灰喝水，快剪呢，发不起来了，甭快剪了，这都大馒头吃，吃吧，吃完俩礼拜没上厕所，哎呀，你这会儿还就吃药，吃那个去火的药，往下打，拉出三泡蚊香来，嚯！拉来挺匀实的，不许拿老人开玩笑。人要不说，我也不这么接，知道吗？净挂舞台啊，不招人说你，没听说啊？嗯、啊，每天有关部门被人家过来就砸了。嗨，有关部门也不是什么正经部门，知道吗？你这么一说，人家回来臭你了。就说这意思呢，他难受，病越来越重。嗯，后来老太太又去了。哦，病不见好啊，是怎么办呢？嗯，你回家吧，家里是亲骨肉，不是这先生。嗯，拿半斤肉，不吃了就好了。拿人肉吃，愚昧呀、啊！那可吃人肉治病啊！晚上回来，夜深人静，你们都睡觉了。嗯，老太太站院里，眼泪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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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可不是嘛！啊，难过呀！啊，唉，心疼啊。夜深啊，月牙出来啦、啊！人都说月牙新娘月老。嗯。我妈多沉着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月老他交给我，月老就把人杀呀。头上盘。
别唱了这个。哎，怎么为了自己活嗯很饿哦啊，来到这屋一挑这帘进屋。我妈练过呀，这是还有身上拿手一点嗯，眼泪下来了，一直哭着呢刚才。遇见啊，自个儿的孩子对下不去手，是老伴儿，哎呦老头子任性，是儿媳妇儿，对睡一块儿啊，等会儿吧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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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了，别是亲骨肉，什么是亲骨肉啊，这是行了，别往下说了啊啊！这么一炕躺仨，全睡一块儿，大户人家吗？什么大户人家呀、啊？这是？按原始社会那么来的吗？没听说过。有帘儿，有帘儿，有帘儿啊！有一帘儿哦，哎，于谦儿隔把我隔开。没听说过。这不可乐这个什么？不敢说这个，就是什么乱？没有，不能把我隔开啊！啊，不能。谢谢啊谁是对的啊？观众是对的，那是对不对？啊，这就说这意思吧。这那边那屋你装修都跟这一屋旧味儿啊。嗯，怎么办？嗯，老太太很为难呢啊。哦，看这刀，擦擦眼泪。嗯，脚踏黑土地，没完了。头顶一片天，还唱呢。一撇一捺念恩人呐。什么字？在天地间，嗯，人间有正道啊，岁月有更迁，嗯，我这一刀剁了你呀、啊，是走回我百年。你好嘛，儿啊没音儿，就别唱了，哪还有高腔儿啊？没唱完呢，就甭唱了，和声就免了啊。哪有和声啊？大半夜的，副歌部分不要了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老头子啊。真了啊，不行，嗯，不行，舍不得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对，百夫妻似海参，对，海参没有虾仁贵，虾仁八十买一斤。好，买卖人的话要记住吗？谁呀、啊？于谦。哦，这是。下手。下手进去。当然。亲生骨肉，嗯，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对，真伤了他。嗯，我对得起他爸爸吗？是，他爸爸在云南呢，现在。不是，不是哪儿啊？没有啊？这时候还上口呢，这不是旁边躺着呢吗？这不是？嗯，躺着是这是父亲，这不是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那玩意儿怎么不一样？名儿都不一样啊！一个叫爸，一个叫父亲。别问了，问了心里是病了。我不问，我更乱得慌啊！这个，你不能不管啊！砍头犹如风，去冒险了呢！我这人太宽心了。你糊涂！我告诉你，我的经验啊，遇见这事儿，你别说，你当初你说徐德亮，徐德亮外边解释就闹满城风雨。是啊，那您有经验，听您的。谢文龙师傅。闹不行了，听我说，我20块钱就听这个钱啊！你又没在这说我花多少钱？您听我看，说到哪儿了？从头来吧，从头来，像话。从头来，为什么管相声叫活呀？从南边不是死的，从头来啊？没有从头来的，我爱从头来。没有，咱接着说。他们不乐，我也再说一遍。到这儿了，他们媳妇儿啊，怎么办呢？儿媳妇是外人哦，叫儿媳妇。哦，小潘，媳妇姓潘，嗯，金莲。仿古吗？这名字仿什么古啊？这潘金莲、李金花，嗨、嗯，这倒是活的，这是。嗯、行行行啊！你媳妇坐起来了啊！讨厌，嚯，难啊！哎呀，公交员跑小人睡觉了，没听说。啊、哪儿还亮相呢？没俩俩就出来了，到院里边、啊、你妈把这一说哦，你媳妇眼泪都下来了。哎呦，把刀给我干嘛？大胯咔
递过去，老太太接着从眼泪哗哗，心疼啊，太肥了，肥呀、啊，没有这么挑的，知道吗？腻，还挑呢？看看那个腿型啊，那就行，一样的，知道吗？鞋子不是肥啊，好再来，先吃了啊，好，改卖肉的了，先吃，啊，不用睡觉了，啊，老太太剥着肉进厨房。切，我还切，切完洗完了，拿粉刷似的，稍微嫩点儿。拿遥控打开电视，干嘛？里边出一南方，再浇一点小冰头。哦，在这个节目里头，连想象红烧肉都做好。现学呀、啊！啊，现学呀、啊！看明白了啊！削四个土豆，一把番茄，嗯，把这肉烩出来。呵，老太太都吃，全吃，都是这个吃，吃完很舒服，是太平了、啊。吃完没三天，你妈这病啊，好了。死了，那还不死啊？出殡的时候，你媳妇哭啊，哭得泪人似的呀，这心疼啊，腿疼啊，是行，但是不好说，有难度，成才率实在是太低。嗯，一千个孩子学相声，最后说落住一个就不容易。那很不错，一个好演员台上摸爬滚打，四十岁走红都不算晚，这很正常，是吧？他需要有一个过程。嗯，我们不像别的行业，你说京剧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好用。嗯，啊，有章可循，我们这个无章可循，没有规律。所以说，从小我的孩子小了七八年了，嗯，老师才告诉我。干点别的去吧。哟，你受不了这个，这不适合。你这他瞧七八年才到的这个啊，我说没有办法，是吗？今天我也不得不跟你说，怎么着？您要跟我说什么？干点别的去。哎呀，好嘛，这二十多年晚点了，这个你先凑吧，先凑。哦，这小子都很聪明，嗯，小子很聪明，他爸爸管得严，是。管得严，我们家教严。他从小考试，每张卷子，期中的、期末的小测验，拿给老师去看啊，必须得100分审查。不过100分他爸爸不干啊，难免有的时候考不了。谁不出错？是不是？你这次100分，下次你保密，你错一题啊，是不是？这回签考完了呢，10分对，啊、那叫做背一题，知道吗？不是错一题，怎么办呢？啊。前儿那会儿也怕他爸爸伤心，嗯，拿笔后加一零，哦，他爸挺高兴，是啊，好像也是经常的人，哟，有的时候这个32分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好改了，这买憨点的笔，嗯，然后改成100分，半拉卷子都是100，好，画大事了这个，那就画的叉都得挡上，啊，是吧？啊，啊，一直到6年级下学期，啊，他爸爸就叫来，嗯，哎。我想了想，你这些年是不是在骗我？我爸爸这反应够慢的，这马上上初中了，不允许你再骗我。啊、哦，6年了，买了一个测谎的机器，测谎仪。对，你再说瞎话，他响。哦，他响，那是就明白了。再说再考完试拿回来，于谦心拿鼓了。那是，他爸爸坐在机器旁边。嗯，多少分？嗯，100。看着机器，嗯，瞎话。说谎啊！不是，是啊，还假，说实话啊，4分，打气啊！说实在，你这缺德玩意儿，我丢脸呢。是爸爸小的时候，门100分啊！嚯，炸了！随便在许凡里边确实不错、嗯哦、哎考试成绩很好哎初三啊初七啊
我念半天还欠人好几分。很生气啊，很生气，恨我们大伙儿。哦，啊，我们考试都比他强。是，就他比老师也没辙，你怎么那么大考取，他老师不愿意要。是啊，啊，考试一个个进来，老师坐着坐着。叫什么？嗯，啊，郭德纲。对，您，徐德亮。都干什么？北京。你报名就考上了。你等会儿。不。看我不至于那么恶心。叫什么？于谦儿。哎呀，我这名儿比我相声还恶心呢。大四肺腑就这么难受。是，出去，我给他埋了，埋了、啊，没那么大罪过这个。我是不行的，没听说过。后来勉强就留下了。啊，留下你干嘛去了？在这块混呗，是吧？混。我们考试都拿一两分，就他不行。嗯、啊，他也恨。那当然，小孩嫉妒，要强，零钱都攒着，干嘛？买了瓶硫酸，干嘛用啊？搁在床底下。嗯，你集体宿舍是都睡觉了，嗯，半夜他起来了，嗯，谁也逃不了。嗨，硫酸倒进搪瓷的茶缸里了，嗯，端着这个，你们一个个的都考这么好，嗯，就我不行，嗯，我毁了你们，毁容，给你们毁容，嗯，只要喷到您脸上，你就死定了。是。其实说了归齐呢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嗯，无非是为您各位合作，嗯，啊，希望大伙都支持。是，最近一段时间也确实很多事情不尽人意，嗯，你想，300人剧场一会儿来500人，那肯定有进不来的，那肯定。你电影院卖满了，还不让别人进，嗯，所以这种有办法，我们也在想办法。是是，所以说有进不来的朋友们呢，嗯，多体谅我们，多体谅，我会想主意，是不是？再一次代表北京德云社，谢谢所有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，是，谢谢各位，感谢。下边唱一段大实话，好，我会唱咱们一块儿啊，哎，说天晴，天也不算晴。
我跟你们大伙儿一样，是吗？我也是啊，特别喜欢他。哎呦，特别特别的喜欢他。谢谢您，谢谢。打心里来说，在我的心中，这位老师的分量很重，真的。日后我要是有了儿子，嗯，我一定让他叫您这名字。我喜欢你们这演员呐。您是喜欢您儿子，不是喜欢你们这演员。我既喜欢我儿子，我也喜欢你。没听错，您儿子叫我这名不像话，就说这意思。我喜欢相声，啊，喜欢相声是的，多好的艺术形式啊！啊，抨击丑恶，哎，藿香正气，哎，对，这月份正听相声，这个行子我坐下了。我这什么词儿？他们这行子，你喜欢相声就完了。我认识你，我很高兴，是吗？我真的很高兴。可能您对我也不是很熟悉，您怎么称呼？我姓甘，哪个甘呢？上甘岭的甘。哦，姓甘，怎么称呼呢？啊，也没个大名儿。哦，家里哥们兄弟多，我最小。哦，都管我叫老。啊，哎，您贵姓啊？免贵，姓于。哦，您台谱？单字一个谦，这么说是于谦甘老。哎名字的吗？我见着你我痛快呀！您是哪儿的呀？高兴，我真高兴。我跟您说，您是谁？怎么回事？我找你来了。我为找你，我费了劲了。我怎么？我可是北京城溜溜转了有两三天，我都转了，都转了。什么这个团河啊，什么秦城监狱啊，北京监狱啊，我都去了。您上那儿是找不着我啊？没有，他们说没有。怎么没有嘛？这后来说啊，说跟这儿呢，哎，马不停蹄到这儿来了。瞧见你我痛快呀、啊！跟我走吧。啊，上我们那儿去吧。上您那儿，跟我走，干嘛去、啊？你瞧，您我不知您演员有没有忌讳啊？您说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我外行、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说错了您可别怪我、啊，您尽管说尽管。我不懂啊，是演员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地儿演，别人不能去？没有这规矩，可以出去是吗？我们经常出去，你救了我了，你救了我。您怎么回事？我原来以为就跟这一个台这演，我没办法。不，你要是能出台，太好了，救了我了啊！太好了，不能出台啊，不能出台。你们刚还说能出吗？能出去演出去。对呀、啊，出去离开这个台吗？出去上别的台，就不叫出台，就叫演出，是不是吧？旅行演出。您帮个忙，什么事？我求您。怎么回事？您一定得去啊！您一定得去啊！上您那儿演出吗？上我们那儿演出去啊！哦，我求您了，求您了！您别客气，别客气。这个我先做个自我介绍。您说一说。自我介绍。我也很少在咱们大陆这边待着。哦，您不是咱们大陆人。对对对对，我一直在这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一带工作。哦，那华侨啊，跟着我们老总一起啊。啊啊。小职员。您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小职员。老爷子呢？这个年轻的时候是北京长大。哦，老根在。哎，就住南城，是吗？就这门口，14岁那年呢，跟他父亲呢，就到南洋去谋生，哦，做生意出去啊。今年整整85岁，高寿啊，85，哦，生意做得很好，是是是，8000多亩的橡胶林，哎呦，船队24个船队，哎，10几家的银行，挣钱了，生意做得很大。生意跨国的公司哦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嗯，水流千遭归大海啊，嗯，叶落要归根，得回来，一直念叨，嗯，我得回去看看去，我得回北京，想了，我上家里转转去，我要吃北京的小吃，哎呦，我要听相声，我听大鼓，我喝豆汁儿，你瞧瞧，吃烤鸭，嗯，说的人心都不好受啊，是，正好今年有时间啊，弄老爷子就到北京来了，哦，回来吧，都赚了，哦，都赚了，好好好，4-9成都赚了，嗯，那天这不吃烤鸭去吗？哦，得意这口，喜欢吃，呵，就好吃烤鸭，好啊，我给他卷一卷一卷的吃，伺候着。不过来说岁数是大，哦，人老你筋骨没能，嗯，不像咱们能多吃，对对对，那个岁数吃不了多少，饭量小了，吃了4000卷之后啊，哇，他觉着稍微的有点不舒服，那撑着吧，那是，这不就弄回去了吗？啊，弄回去抢救。很遗憾啊，就没救过来。85
五岁给撑死了，死了不能提这个，这个哎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打小也是跟老爷子一块长起来的，啊，对我是真好啊，喜欢您，没想到死在这儿。哦，哎，赶紧吧，怎么回事？嗯，给四位姑奶奶打电话。哦，来料理这后事儿。哦，张罗着办白事了，砸送老爷子，这应该。老爷子也说了，啊，死了之后在北京火化，火骨灰呢就撒在北京大地上。哎呀，撒在哪儿都行。嗯嗯，要求魂归故里。好，哎，好好办这事儿。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，确实。这心里别难过，是滋，不能提这事儿。嗯，其实也是哭的眼泪都哭干了。啊，这找四位姑奶奶赶紧办。姑奶奶，啊，你办这白事儿，老爷子留这么些财产。留这么些的钱是吧？哟啊，嘿啊，这好啊啊！四位姑奶奶找过来啊，哎，把这白事一办，啊，老爷子钱一分，四位姑奶奶也挣钱了。不是，先生，这您没闹清楚，这四位姑奶奶每位都比老爷子还趁钱啊，很有钱。说分这笔钱不落着，那天跟我说了，无论如何把这钱全花了。他发送老爷子解心疼，哎呦，那多少钱呢？这是花钱如流水一样哦，知道吗？你就算吧，那些日子抢救老爷子，啊啊，花了$2亿，就抢救啊！但中医、西医、偏方，北京各大医院都看到了，全用上，光买揣子花了8000万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，不行，不行，金边儿的了，啊，这不是这是。买揣子干什么呀？他吃那卷儿太多了，拿揣子往外揣，知道吗？拿老爷子当马桶了，这个电动纯金小揣子，知道吗？受不了，花钱无数啊！你甭说这个，哎，我们最近家里就是这些日子帮忙招了好些个临时帮忙的工人啊，有一个李妈啊，李妈，李妈去3天啊，实际就是端那个水。擦子地去3天多少钱啊？给了$7000，干3天就给$7000。啊，你问李妈去。啊，李妈是谁呀？啊？哎，你们说相声那李菁他妈，李菁他妈去了啊？嘿，我说这2天李菁花钱大手大脚了呢。你看看，嘿，这徐妈拿的更多呀。这徐妈给14000，徐妈是徐德亮他妈。这对，您说对了啊，对吗？没错没错，这就跑不了。今儿早上请我吃的早点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，从来没醒过这事儿。你这要我说好，就这么花，这钱花不干净。是啊，急得跟什么似的啊！天天的，我在家里还得劝这四位奶奶。哎呀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啊，这四位奶奶啊，要说不在一块儿，想。那是姐姐啊，你过来吧，妹子，你来咱们聊天吧，亲姐们。想，嗯，要真坐在一块儿啊，啊，3句话就打起来。哦，还不和，都是急脾气。哎呀，3句话5句话，这就呛不起来了。啊啊，走，谁接见谁？这样走3天又想，唯独有一个办法，让他们坐在一块儿不着急。什么方法？听相声。哦，都喜欢我们这相声，邪了门了。哦，别的不好 啊，就说相声。嘿，往这儿一坐，找几个说相声来，往这儿一站，嗯，还没说话呢，看着就乐。哦，这太可乐了，这个这人怎么长成这样呢？啊，给拿10000块钱，拿10000块钱。没说呢，就拿10000块，10000块钱，谁说相声不景气了？要不说呢？拿5000，鞠躬就挣钱。您说这相声，拿一万二。你看，他听不了一段反正话啊，花个1亿美金跟玩似的。嚯啊，他就好听相声，这不就给钱呢吗？这也不是谁串闲话啊。说北京有一说相声特别好的，叫于谦。哦，提我了，要了亲命了啊！四位奶奶不睡觉了，跟我急了，怎么回事？找于谦去。找我，这么些个钱搁这都烂着，嗯，找于谦去。哦，北京说相声我们都听过了，嗯，就没听过于谦。嚯，把于谦弄来啊！我们弄于谦，知道吗？啊，花钱吧，
是不是？这四位奶奶是这么说的吗？就是说的，就是说的，那钱都搁不对着，就等你。你一进门，你发财了。那我去这能挣钱。咱说两句话啊！我可是拉吧你，谢谢您，哎，谢谢您。到哪儿你不能忘了我，这多新鲜，行不行？这事儿有功夫没功夫啊？有功夫吗？行，你准确啊，我们能出去。不，咱说好了，可以，你可别冤了我。我说好到那儿去，奶奶们等着，你不去不能够，我算是完了啊。我们这有义德，那行，邀您了就得去。好，哎，罢了，这事儿就定死了，定死了。您准确，没错。行，演什么都无所谓。是啊，行，哎。咱有的话得说到前边啊，啊，这个我们那儿办白事儿，这次搞得挺大事，国内国外来了不少吊孝的人，啊，屋里院外一个个穿的都跟白人似的，你要这样去，不尊敬老爷子，哟，那我怎么办？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您应个景儿，干嘛？无多有少，你得带点白呀、啊。你哪怕说就扎一根带子呢，挂点孝，哎，人家哎，这是这意思啊。姑奶奶一瞧，嚯，这说相声于谦懂事啊，啊，给拿3亿。不是挂根带子就拿3亿，就说这意思。你愿意不愿意吧？这玩意不是不愿意、啊。您说不是我就是说，您看我这现在啊，父母双全，我岁儿也不大啊，我挂根孝，您 这好说不好听，您知道哦？这个孝这东西不能弄是吧？这挂白不好看，不好看不要紧的啊，咱们在钱上着不呀？还给什么钱？钱上着不呀？啊，不对，这扎不扎？要扎呢？你要扎的话。美金啊，你先拿一万，$10,000行不行？行，补偿您了是不是？行，是不是？这扎扎点没关系，袋子要扎了呀啊！这袍子你也穿上点吧，孝袍子啊，这显着那么干净，不光显干净不成啊？怎么呢？我们这后台同行同业一说，于谦，这就父母双全给人穿孝去了。你别让我问住了，别让我问住了。您说啊，京剧红泥关啊，上场出一小花脸啊，从头上到脚下都穿得跟白人似的，人这怎么人不活着了？啊、您说那我知道啊，人那戏啊，逢场作戏。嗯，再者说了，人后台穿一身孝还给彩钱呢。嗨，穿不穿吧？要穿呢，拿两条吧，黄瓜，两条，一瞧就没见过什么金子。哎，你看我这表情，金子，您咬牙也没用，金子给两条，金子，3两一条，半斤一条，这么沉，要不要？也穿就拿走，不穿拉倒。那这穿啊。穿行吗？这哎，对，这不就得了吗？笑痛苦人啊，痛苦人！哎，行行，你干这行的，脑子得快，逢场作戏玩啊，想开了，图的挣钱呢，就是是不是？没错，袍子要是穿了啊，这帽子你也戴上点儿。我还再戴一白帽子，你万一跟那院里忙活，拿风一搜脑袋，脑子疼怎么弄？不是，咱可说好了啊，刚才那两条可是衣裳钱。哦，戴不戴吧？带，再加两条，这就4条，前后4条，行了，来个帽子，来这没关系，带4个绒球，带。我先算算吧，挑大号的，一个绒球是孙子，俩绒球是低了嘴，3绒球大了嘴，4个，我成孙墨子了吧？啊，我没辈儿了，我这个带这显得肉头，你知道吗？管什么呀，我愣得慌，我逮谁得叫谁好听的了。那个前后4条你拿着了，给钱是吧？我心你管那个定好了啊，4条说好了，行，4条这哎，帽子要戴了啊，这鞋呀、啊、你绷上点白布吧，鞋也绷上显得亲近呢 啊好不好，绷上白的，要不然头齐脚不齐呀、啊、哎呦呵，甭废话啊，再加两条，加两条半，这前后啊，两条半，听着玩吧，这好好，您有钱那就没问题，行吗？可以，再绷个红后跟，我，您这越来越齐，我还近人呢，是亲近人呢，亲近人呢，什么亲近人？这多大？前后6条，7条，半条。
敲干嘛？行行行，听您的，只要您好，七成，干不干？干，定死了。行了，好了，实话实说啊，好，半斤一条，七条黄金。好，你这你这一辈子你干够了呀？行行行，还说什么相声？来，老师，干了。行，那个甘先生啊，这回啊，嗯，等于您照顾我，干嘛？等这个我办完这堂事啊，这个钱分下来以后，我可不能白了您啊，咱俩二八开账。我不能让您白了，这事儿吹了啊！哎，拉倒，帽子别戴了，袍子别穿了，带子别系了，鞋也别崩了，哎，拉倒这事啊！不，咱们单说，不是，我赶紧，还要找别人去。哎，别，您怎么着？怎么回事？我这可是孝顺，你回我呀？怎么了？这么大的家业，我干这么些年了，我手指的缝儿拉了这点也比你这多呀！四姑奶奶瞧，这小子没心呢，啊，这个钱他都要啊！你回我了，饭碗子砸了，差事就下了，那就完了，那就。你就挣你的，你甭管我。得了，以后当头道走不就完了吗？好好好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哎呦，我帮忙，我找你呢。您够交情，对吗？于谦帮忙，有什么事啊？啊，您可就说。那当然了。哎，那个，抱点什么东西，搬点什么东西，这我都成。有的是伙计，有的是伙计，你甭掺和这个。红二白二我也行啊。哎呀，切个什么东西？包葱的1000多人了啊。哪吃那么些葱啊？这东西。用您干这活后头打下手，打下手有的是人，有的是人。那我不落人呢？您说呀，你这人是人太多，实诚人，哪那么些穷事？嗯，这样吧，啊，出殡那天啊，有点小玩意儿，你跟着拿着就完了。哎，这可不成，嗯，太值钱了可不成，人家都好东西啊，但翡翠白菜我给人摔了，赔不起。赔不是那个，啊，不用放那，哦，就小玩意儿，你就跟着拿着就完了呗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小玩意儿，那个小孩玩的花楞棒，拨楞鼓。哎，花楞棒，嗯嗯嗯，这么大个那个，给他把尺寸弄大点儿，长了，放大，嗯嗯，做的花枝招展，嗯，头上弯一钩来，嗯，两边有飘带，是写着4个大字儿：西方接引。对，还对呢，还怎么了？让我打翻去了是吧？这多好，这个这好什么呀？好。好啊，这个不去了啊？怎么不去了？干嘛？哦，找当儿子去了？不是，你这就是啊，是啊，是什么呀？是发财呀？发什么财呀？后台那么些人呢，你怎么不找？找我啊？我找了，他们不像。哎，我像啊？你这像也不去，长得天生像干这个？没听说过，啊，我这父母双全，我多丧气！不是你，我给人当儿子去，说好带这不成啊？我绝对不去。前后七那可不是同行同业，到时候笑话我。我七根金条，那么见过邻居，我见面我都抬不起头来。咱们说好这事，说好了也不成，这事我不干。不，老爷子8000多亩现征林了啊！等等，我打三老块家产一半，知道吗？他是他的，这是20多艘轮船的，不在乎这个。十几家这银行都是我都见过，这买卖家可就归你了，你也不全给我发了财了，我不管这事。老爷子跟前还4个女秘书呢，我还呀，老爷子都85了，女秘书也得70多，那4个可都是亚洲小姐，这一个个跟天仙似的，长得漂亮啊。姑奶奶们说，谁打花这4个秘书归他。完事之后搬到南洋一住，买卖是你的，古人过日子享不尽荣华富贵，你不干拉倒，有的是人要干的。干好，拿着事儿去。但是您别生气，别说的好好的，知道吗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这还刚才不乐意拉倒，我乐意，用钱的人多了，没关系。干了，干了，哎，啊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刚才脑子一懵住了 啊！这事儿行啊，行。你这个，你别来这套。不，说相声我见多了，真事儿啊啊！我真诚，说去就去。大伙儿瞧这模，一会儿嬉皮笑脸，一会儿呲牙咧嘴，到那儿去一弄这事儿不灵了。我真诚啊，成什么成啊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啊，真把你找去了，你打花报挂跟这一哭，啊，街坊你说不对啊？怎么了？老爷子一辈子没儿子，这哪来的？这怎么说？哟。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要不这样，啊，就说老头年轻时逛过妓院，留下野种。我是野孩子，不累拉倒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！你可这事
儿修脚八把子过到行上。来来来，您答应不答应吧？就这么说行吗？就这么说，我还得嘱咐你啊。没事，您说。你不能回我啊！你要到那儿去见着姑奶奶，你得跟真的一样。哎，这您放心，你该哭就哭。咱们演戏逢场作戏，说哭就哭，说乐就乐。你会到那儿，你磨磨丢丢的，这要我亲命吗？不能够啊！说来就来，当时就哭。真假的？演戏嘛，我没跟啊，对你的。我干多少年了？你们真假的？看住了啊！看住，这不怕什么的呀？我这吃饭家伙记在你身上了。没关系，你不能坑我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眼泪就下来。真的假的？一点问题没有。是吗？但是没错。你别半截乐出来啊！我干嘛呢？我啊，行啊，这饭碗子呀，这。哎，你明白这就行。咱当买卖干。罢了，罢了，好不好？罢了，罢了，罢了。那这样说咱行是吧？行，没问题。不过还有一样啊啊，终归这是你说的啊，你跟这儿你，哎，你试一把，我瞧就行吗？这是万贯家财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这真砸了，我担不起，我真担不起。不是啊，这怎么是的？就好比说，这就是灵堂了，啊，你弄好，你哭两声，一瞧，哎，有点意思，到那儿去，咱就齐了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灵堂了。这好比说，这就灵堂，啊，是吧？这都好了，这都弄得了啊。啊，你爸爸就跟这里躺着呢，啊，是吧？啊，你爸爸在这里了。我爸爸在这里呢。对对对 对我爸爸是蛐蛐啊。别瞎动，怎么跟这里躺着？老爷子挺好的，别动，别动。这就是这儿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要不乐拉倒。不是，不是不乐意啊。啊，这我行是行。行吗？我跟您说，咱就去，直接去就完了。你说的容易，我跟这是没气氛，这东西。啊，我就说那就当时就哭就。啊，有办法啊，真有办法。你瞧，我跟着老爷子这么些年，我什么没见过啊？我想的能不周到吗？您怎么是怎么想的？我给你化化妆。化妆，你穿好了扮得了，你自己找着这感觉。你演这么些年戏，哎，没遇见这么合适你的活儿。真的，我都替你美得慌。那我试试，我抽着乐去吧。我也这，你说这事儿弄的。都带着呢，是怎么？就给您预备好了，这是我上你们团呢，嗯，要的你那服装尺寸啊，特意给你做的。这位真下了功夫了，来来来，来于老师慢一点啊，您慢点，来来来啊，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，啊，你天热，应该给您做一个凉快点的。啊，您没事就将就将就。来来来，行啊，行，嗯，可不是行吗？按照我那尺寸做的吗？是是是。还别说啊，啊，这一般人穿这个他没有这个气氛，您穿这马上看着就像着呢。谁穿着这看着都像啊！来来来，上面有一个小帽帽啊，戴上那个。啊，活泼，就这个，太好了，行吗？太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这个咱们简简单单的呀，啊，给你做点小道具啊。这什么？哦，好比就是那幡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别挑眼啊，别挑眼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就说好了。先来这个，咱们就是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是，逢场作戏。来，大肩膀，啊，像干这个啊，这一看有师傅有徒弟，你知道吗？这还传上了？有，这好啊，这好弄好了，省得漏风筝啊。啊，不是，这我光一人这啊，这还是气氛哭吧？不是，您咱就算我这看着您看没问题了吧？咱到那就去。啊，到时候家里人围上以后，这就倒那气口，当时就哭出来，没有问题。这管我一人干低了，这情绪不好弄，您知道吗？一人没有这气氛啊，就是你，我给你找几个帮忙的，这还要帮忙呢，找几个帮忙的行吗？大伙儿配合你行吗？哎，那就行了，行吗？有气氛了，帮忙的。你瞧瞧，为了你，大伙容易吗？你瞧啊，是，美国死人都有，你看吗？各式各样的，这太平天国的，这是你看见吗？行不行？是，热闹极了，这就是现场，这就是现场，在这跟真的一样。那咱们大伙都是闹忙的啊，连吊孝的都有，有吊孝的吗？还吊孝的？快来吧，来。好好好。
就回来再练练。不错，这人没问题了吧，于老师？行，那咱们看，咱们我搀着你，我搀着你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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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伙儿掌声鼓励一下孝子。小子少痛啊，那个轮船公司还有啥的啊，都是你的，这银行还看你还哭不哭，来怎么回事？老爷子还没死呢，没死。新加坡来的，哎，还来一遍。我爱来这个，我不爱来这个。一般人演不了这么好哈。于老师为了演这个节目，每天在家里练啊。我怕把街坊吓着啊。还行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今天这个图个热闹，哎，这叫打俯首拳。是是啊，早先呢，老先生们也演这个啊，那比这还热闹，还得上什么童男童女啊，好几十人，人儿马呀、啊，对，人也多。这个呢，咱们过些日子呢，重新整理，重新再编排啊，给大伙儿再演。我们一定让于谦老师演这小子啊，我跑不了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一般人来这个呢也不像，是不是？还是我像。于老来这比别人都不像，没听说过。这个相声就是这样啊，上这来图一什么呀？嗯、啊，图一高兴，乐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们哥俩有时候呢在台下也聊天说啊，说相声人心态要好，对，一定要心态好。说相声这人肩懒缠滑坏哦，台上好不了。是，那可不是，人性跟能力是一样的。哎，你瞧这人台上什么样，台下就什么样。哦，台上啊狗里狗气叽叽嗦嗦，台下也热人。哦，都带出来，所以台上撇着大嘴，台下也撇着大嘴，嘿，一模一样。哦，你这个一看就厚道人。实话实说，于谦厚道实在，从小的时候就是很厚道啊。那阵儿来说，家里都不像现在是这么有钱。那时候比较穷，很小的时候就很顾家啊，特别顾家。这是不是单纯的捧的呀？啊，真事儿。小的时候就顾家。哦，我说一事儿啊，小的时候上学，啊，他就很讲究卫生，结果那脑袋上就长虱子了。这是讲究卫生吗？这那阵儿条件，也就是你们家有这条件，一年还能洗回澡，是吧？条件一年洗回了，平时不行，脏啊，长虱子了，长虱子怎么办呢？啊，于谦有办法哦，上班上跟同学们挨个的玩那顶球，就是这么个厚道人啊，一下午挨个顶，哎，这一下午全班三十多个人啊，全传上了，那可不是吗？他很顾家，这还顾什么家呀、啊？他爸爸是剃头的，好嘛。蓝买卖去了上面，所以说这在我心中这是了不起的，嗨，很了不起啊！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生意方面那也是比别人都精，上学的时候也聪明，是吗？啊，后来进去办学员班，老师最喜欢哦，一帮孩子都站好了，老师这一说啊，于谦，给他们大伙儿站队，让他们报数哦，小队长，这当个小官，一二三四我报，他站头一个，嗯，老师也高兴。大伙儿都向于谦学习啊！下午咱们大伙儿啊上前门小剧场，嗯，看演出去，我、哦、观摩、啊，看看老先生怎么演出。对，凡是聪明的孩子都跟我走，于谦别动啊！嗯，干嘛单把我给提了出来了？就说他老师偏疼你啊，啊，偏疼你啊，因为你灵啊，因为你灵啊，哦、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他有的时候他也恨得我，恨得他恨得我，因为每个学期啊，曲团学员班大伙儿都做评审啊。哦，
谁多少分谁多少分，于老师每次都第一。那要学习好，从后往前数，哎，到处第一啊，总是第一，也恨小孩长志气，善后练边。哎，对，我不能让你们把我比下去，长能耐，我得比你们强，这就对了，对吗？啊，我就得害你们，害什么？这什么心眼儿？这都是省吃俭用啊，存了几天早点钱哦，买了一瓶硫酸回来。硫酸，硫酸，想出去都想绝了啊！藏铺底下，嗯、啊，晚上睡觉都躺好了，大宿舍嘛，嗯、啊，孩子们都睡了，啊，他站起来，把这硫酸瓶子拿出来，嗯、啊，倒到那漱口轮里边，举着这杯，嗯、你们算是完了，哼，干嘛呀？李伟这儿，嗯、啊，武斌，他们同学，刘俊凯，嗯、啊，张俊平，啊，你们一个也好不了，干嘛？这喷在你们脸上，你们就算完了啊！没听说了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河南戏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人来的不少啊，对，今天多啊，嗯，来了好些个人，是吧？啊，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，啊，您感觉还挺灵敏，我这边认声啊，啊，听得见吗？行吗，各位？听得见是吧？啊，行，听得见就行。嗯，我尽量大点声。好啊，那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，对，也有头一天来的。哦，新来的，哎，学生叫郭德纲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于谦，说我，我们跟您一样啊，啊，都是因为喜欢相声，哦，才在这儿遇见的。哦，咱们走到一起了。对，嗯嗯，您爱听，啊，我们爱说，对，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，都是爱好。您要不喜欢相声，您上这儿来不了。哦，那就碰不上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对，当然了啊，嗯。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，哦，有不好这个的，哦，有不喜欢相声的，比如说于谦，啊，就不喜欢相声，我，他拿这个当手艺，怎么叫手艺啊？剃头修脚说相声，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？这个，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。啊，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。我这蒙事来了。他最爱干的事儿啊，啊，吃饭喝酒。谁不会吃饭喝酒啊？嗯，都喜欢。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。啊，哦，那么厉害，拿这当正事儿干，至于吗？你瞧，大伙儿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，啊，什么时候都这出，喝酒。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。哦，我喝不多，三两就得。哦，于谦没少喝，我酒量大啊，白酒、啤酒、啊，黄酒、可乐兑在一块儿，兑一块儿，咕咚咕咚咕咚喝。哎呦，喝完还出去要酒去。啊，一会儿又出去添菜。喝好几起儿，很热情啊！一会儿又进来了，请客吗？你瞧这眼呢，啊，都拧了。呵，我坐着瞧着他，嗯，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？再瞧他，啊，没坐下，我把皮带解开了。我干嘛呀？哎，我什么毛病啊？这是吓我一跳啊！啊，说怎么了？嗯，没理我。啊，哦，把裤子一脱，嗯，蹲在地上，嗯，开始方便。啊，包间里啊，吓我一跳啊！嗯，我赶紧敲那桌子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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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他说话了，说什么？别敲了，我也没带纸。嗨，这是喝多了，这个。喝酒喝多了啊，有什么好处？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嗯都搁在相声上，用到正地方，是这是专业。对对对，说良心话啊，啊，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。哎呦，那不敢说，这你客气啊，客气客气，是吗？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啊，那倒是高点，气势比我也好，是吗？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。您太客气了，真的啊。
啊，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，嗯，个顶个比我精神。都谁呀、啊？你瞧，陆毅啊，印小天啊，嗯，什么胡军、胡东、马立桥，嗯，我比他们差多了，我都不想活着了。不至于吧？我死的心都有。呵，干嘛呀你？真是不想活着了。哦哦，一回头瞧见他啊，这样还活着，我死什么呀？我招你惹你了我？咱说实话啊，实话实说，这什么实话实说呀、啊？实话实说，这其实我们两人来说啊，啊，都是从小学相声，打小学的。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，什么叫行子呀？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。啊，您喜欢什么？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、啊，嚯，人家那唱那个的，唱哪个的？穿一燕尾服啊，打一领结。哦，哎，指挥啊，嚯，唱那个那个歌，我好这个哦，美声唱法，看着很有素，高雅艺术，很有素，看着啊，什么叫很有素啊？有素质啊，有素，什么？您说全了吧，把这正面带出来。哎，我小时候七岁啊，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，门口排好些人，是我有跟呢，我知道我准能考上。为什么？我进跟家练了。哦，有准备。街坊有一个会弹钢琴的，嗯，见天跟他我。咪咪咪，妈，你见天练这个啊？这一去就考上了啊！好，等着吧。啊，排了两队人，你说多少人？多少人啊？报考的人多，那队人少。哦，那队人少啊。嗯，我上这边吧，跟这也行，站这边。哎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叫号啊，等着吧，自己练啊。咪咪咪，妈妈妈，哦，准备充分。一会儿到我了，嗯，一进门啊，教授跟那坐着了。哦，来了，嗯，来。练练发音怎么样吧？哦，我说行嘞。嗯，先说我见天跟钢琴练。对，老师一挥手啊，嗯，拿起乐器来，啊，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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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呱呱唧呱唧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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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曲艺团招生，我说的呢。我说我进错门了啊，我不上了，行吗？啊，曲艺团说了，不上赔钱啊，罚八千。嗯，好嘛，罚八千。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？不上不行啊啊！人家校长很高兴啊。哦，跟那老师们说啊，不错啊，嗯，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。哦，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%啊，行吗？没招过生是吧？这咱们教他得了。嗯嗯，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。哦，不爱学这个，我嗓子好啊。有嗓子。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。是啊，梅先生夸我。梅先生，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。哎，你要是唱戏儿去，你准得露脸啊。啊，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，啊，我就跟梅先生合了合了。啊，您就唱了戏了，要了梅秀儿来。嗨，这不是梅先生吗？梅铺的先生。呵，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。没小了这个，搞了相声。啊，相声也不容易。相声难，相声也不容易。对，别小瞧俩人在那嘚不嘚嘚不嘚。嗯，那是功夫。是，那是功夫，有基础，对不对？啊，嘴得干净。对，什么叫报菜名？嗯，哪个叫菜单子啊？什么叫报菜名啊？都得会。些年您就学这么一活吧？不能打奔儿，不能打奔儿。是练60多年了，您还打奔儿呢？你张嘴，汤汤汤汤汤汤汤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。哎，怎么着？不能打奔儿。对，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。嗯，哎，烧子鹅。啊，鹿。卤猪卤猪卤猪火烧，鱼香肉丝，鱼香鸡丝，炒辣子，炸辣子，辣丝辣片，辣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别说了别说了，都得会。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，这可不成。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？好，别瞧不起我。没有，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。我呵，好，不容易啊，什么都得会，都会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这是哪门弄好都不容易。那当然，哪门弄好都不容易，尤其是这学学。不容易，有学说话，哦，有学唱，哦，有学表演，
说话用学吗？嗯，用学。说话也学。方言呢？哦哦，方言呢？地方话是不是？嗯，你搁在台上，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，对，这观众听着很舒服。哎，是不是？也有外府人啊，学表演，你像学四象，嗯，学个聋哑，哦，这不用上表演了吗？是是是，包括学唱，唱学唱。京剧啊，地方戏啊，古曲啊，民间小调啊，唱歌啊，都是我们的功课，都得学，都得跟人家学。嗯，除了京剧之外，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，地方曲种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。对，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呢。是是是，太多了。嗯，说不过来。哦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。是吗？北京就有。哦，北京出什么曲种啊？北京曲剧。哦，曲剧，这你不外行啊。嗯，曲剧的前身是曲艺。对对，以前都是一块儿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。哦，那是北京特色，好听啊。好，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，哎啊，老前辈们，佟大方，哎，都唱过曲剧。是是是，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。嗯，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。哦，它有抑制的功效，知道吗？怎么叫抑制？你听去吧，你怎么听也不像曲剧，知道吗？嗨，那我还听它干嘛呀？哎，就灯谜剧种，现如今很好。猜着听，猜着听。过去来说，一张嘴就是什么牌子。是啊，你看杨乃武小白菜，嗯，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，哎，那好听，多好听！您学几句啊？李宝岩，哎，唱一唱曲剧。我有多大劲儿，使多大劲儿啊！这么卖力气，好好唱啊！哎，来吧，很认真的唱啊。嗯，什么词儿来着？哎，嗨，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。三寸鼻关紧握住，碎了命的。性命无，齐家园别老母，我们一家数口骨肉分离，在半途是林，生死从头出一条，妙计来想出，上写着于谦是个坏人。哎，是、啊。行了行了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不行不行，睡去吧啊，睡去吧，有写这个的吗？原词儿，原词儿，这原词儿，这是原老词儿都有这个没有，知道吗？北京曲剧，你听去吧，啊，京字京音，哎，唱得好，是不是？嗯嗯，北京地方戏，对，还有评剧，评戏，评剧什么？华北地区、东北地区，嗯主要的地方戏，大伙儿也都爱听，全国第二大剧种啊，嗯，好听，是，我认为评剧啊，嗯，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。哦，演员岁数不要大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、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，风花雪月。哎，演员岁数太大了，化妆出来不好看，没有美感。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，嗯，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，哇，老太太扮演秦香莲啊，这个脑袋啊，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。嗨，别形容，化上妆一看，那奥特曼，嚯，没法看，没法瞧啊，嗯。坐在我前面，天津观众哦，说句话把乐坏了。怎么说？哎呀，好秦香莲了啊！还有秦香莲都够头了。嗯，我要是陈世美，我你妈也不要了。呵，这么评论的呢？不好看，嗯，好看是是不是？对，就得年轻。嗯、另外，你说旦角、小生，岁数大了，嗓子盯不上了。哦，没有嗓子了，不好听。我认识一朋友，老演员，唱评戏的。嗯。岁数很大，60来岁，还唱什么王金龙啊，唱什么梁山伯啊？嚯，不行啊！嗯，唱几句不好听，是吗？听桥楼打一更，新发急躁，翻过来覆过去，睡吧安老。听完他这唱《清明节上坟》，我都不敢哭，我怕他说我学他。您这话太损了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么说话的，提倡年轻化。嗯，评剧值得一提是它的小花脸有意思。哦，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，小生、小旦、小丑啊都好，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。嗯 嗯, 嗯，不像别的剧种，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，评、哦、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。哦，丑角戏。哎，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，哦，当个小尊廷老师的大丑。哦。先生是啊，上家学过戏，哼，他很喜欢我。您受过这，特别喜欢我啊、哦。后来跟我说了啊，你条件也不错，方方面面都好。嗯，大明儿起你别来了，啊，你要再来呢，我就弄死你，知道吗？
很喜欢我。这还喜欢您呢，这个都惦记弄死您了。老头啊，小心眼儿。怎么了？心眼儿。我总打算跟他呀，把关系处得好一点，套门亲戚，搬吃的。套什么亲戚？我想当他姑爷。乐意。惦记人闺女呢。他闺女特别喜欢我。是啊。就是那女婿反对，知道吗？您这别，您准备第三者插足？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化散了再说说。您什么人呢？您这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哦，打狗劝夫的大生，哦，活捉孙父的孙父，呵，包括万花船的彩饼，太好了，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哦，唱腔很有特点。这么着啊，您学过，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？学这个啊。平时轻易还不唱啊，没关系，词儿多怕记不住。唱一段万花船里边彩饼的一段唱，好，挺好听啊，来一段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，又来，我很认真啊，这样不需要这个啊，不需要这个，这这唱之前活动一下，肺活量要打开着呢啊，眼保健操，快好了，没毛病，来吧，穷一样。我很尊敬他，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尊敬他。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，河北梆子。哦，那好听。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，梆子也是名家辈出。对，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，呵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对对对，本名叫王庆林，嗯，嗓子不好，但是会唱，有味儿，真假嗓相结合唱，多好听啊！那个银达子，银达子有这么一段《战北原》，唱起来有意思。哎，您给学一段这个，啊、一唱就这味儿。好好好，气门口卖煎饼的啊，跟人有什么
什么关系？这图个热闹，图个热闹，那倒是，显得大伙客气，你知道吗？唱的还真不错。这散了之后，鼓掌都别走啊！啊，咱们跟我吃饭啊！啊，请客，谁去谁花钱啊？嗨，没说一样。这是河北地方戏哦，到了河南、嗯，地方戏可就更多了。都有什么？豫剧啊，洛阳曲子，嗯，二家弦儿，嚯、哦，大平调是，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，乐调特别好听，是吗？出了一位名角叫申凤梅，哎，好演员，是，外号叫河南诸葛亮，好角，诸葛的戏唱的最好，嗯，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，哟，呵。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、哦、就是他，不光老生好，嗯，旦角也能唱，哦，小生也能唱，全功，哎，称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。好，我听过他唱的《明镜记》，还有这个《杀死门》，这是两出王老戏，嗯，唱得好，真的好，飘逸好听，嗯、尤其《杀死门》，它里边好多叠的句儿，嗯啊，唱起来这么俏皮，这么着，嗯，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，学学《杀死门》啊，哎，《杀死门》。又来了，您就别这么活动了，好听着呢。有官人离东京千错千错万错，悔不改，白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一红，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，我们君臣就入了这子，这子王落舍召唤，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般来，于外甥沙发沙发身不错，于红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，回的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啊莫王好比，韩刘北黄河黄河罗座王好比，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，唐林园林通林通杀过王好比，小唐通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，将心女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，家国州来就来就望我火是旁猜，玉林君王是往上兵过城外边，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我杀死门，战于红把我王爷见过天台脚，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，玉林君把威望再上了城多，河南语调，嗯，唱得好听啊，好听。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，有问题？过去来说，好多的连台本戏，哦，大戏，这个比较粗糙，是吗？嗯，有的戏是有剧本，哦、但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，哟，那怎么唱啊？就是提纲。哦、后台大伙儿瞧瞧啊、哦，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，行了，嗯嗯，我演包公啊，哦，你演秦香莲啊，嗯，你来那狗啊，行了，有狗吗？这里头啊，对。就说这意思啊，提纲戏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提纲戏啊，就跑大梁子是吧？跑梁子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台上净没准儿。嗯，有一次他们演这个《封神演义》，哦，《封神榜》啊、嗯，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，那么长。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，嗯，嚯，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。是啊，其中反五官的时候，嗯，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啊，说了词儿一句都不认话，是吗？呵，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，正催马来勇目看，眼、嗯、前来在一座关，打苍贼苍，好，正然往前行走，来在潼关，不知什么所在、嗯、啊。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，带我下马一关，嗯，翻身下马，嗯，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，带我撵来你潼关，不识数，嗨、哎、这是三个字吗？这个不识数啊啊！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，黄河镇后边黄河镇，姜、嗯、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，哦，赵公明摆下黄河镇，是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，嗯，来劝赵公明别打架，哦，有话好说，是俩人不听，呼，三说五说说枪了，嗯，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，打起来了。赵公明咱们知道，嗯，武财神呢、啊，对，骑着一只黑老虎，哦，这神话当中神话啊，嗯嗯，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，哦，一个鹿一个虎，哎，赵公明先唱，嗯，应该是这样原词儿，赵公明把黑虎夸。好，赵公明把黑虎夸，这么句词儿，哎，燃灯再唱，嗯，燃灯道人我赏梅花，赏梅花，这么两句，嗯嗯，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，怎么？赵公明我赏梅花，哎，他赏梅花了，
袁登一琢磨啊，你杀了梅花，我去杀。嘿，好，没得骑了。我的老虎，你骑吗？我骑老虎，我害怕。还干什么呢？这还商量呢？别唱了，就。嗯嗯。所以说，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。对了，艺术性太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在河南提地方戏，首屈一指，得说是豫剧。哎，那比较普及。哎，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。对对对，好多的好的剧目。对，好多名家，嗯，都是河南豫剧出的，名家辈出啊。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，新戏朝阳沟什么的。哎，对对，家喻户晓，都知道，都知道。嗯，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。哦，花脸，嗯，唱的有意思，是吗？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。哦，尤其唱包公，嗯，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，单音味儿。哎，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，是吗？啊，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。怎么知识性？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啊，都知道吧？都知道啊。十二子孙丑牛寅虎卯兔，对，这都有啊。啊，在河南戏里边，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。哟，那他属什么呀？属骆驼。哎，有属骆驼的吗？有一出戏里有啊。啊，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，哦，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，怎么唱的？就说他属骆驼的，原词是的。呵，好听，您给学学。马车乱扎拍拍起堆，金瓜月斧摇光辉，来时来为谁是人们，这一回不同那一回，见过他我是一个那骆驼鬼。这个味儿，见国泰是一个骆驼鬼，听的词儿，包公是属骆驼的。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，好嘛，这么痛快，就这么痛快听着啊，很通俗，是是，好听，我喜欢听。哦、当然了，好是好啊，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，知道吗？既然好，嗯、就应该搁到什么地方都合适，那可未必。怎么呢？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。哎，这好吗？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，唱河南豫剧。合适吗？对，也不乏试一试。那胡来了，那怎么呢？那一般来说，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。对呀、啊，抱着孩子睡觉。嗯啊，小谦儿。哎，那个不是，别说了，儿子。不，哎，别叫啊！哎，先别叫，你占我便宜，我占你便宜，占我便宜，我这吃半天亏了我。啊、怎么着？怎么？你先别叫呢，不叫他。这孩子叫什么？叫小谦儿。小谦儿，小谦儿，您不如说就叫我啊，也行啊。什么也行呢？啊，哄孩子别搅和，就先说这孩子吧。别闹啊，嗯、别闹啊，睡觉啊。嗯，你瞧，这都快八点了，啊，天黑了，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。别提这职业了，行吗？睡觉啊，嗯嗯。月儿明，风儿静。多棒啊！不知道，以为哄孩子跟猪圈似的。没听说过啊，没这么说话的。一般都得这样，就这么哄孩子吗？按你说，唱河南梆子可以啊，那边非乱了不可。没关系啊，试一试啊。那就得当爹的来了。哎，男同志了。啊、小钱儿，还是我。睡觉。一会儿爹上歌厅接你妈下班，没完了是怎么着？一家子嘛，他一家子，什么一家子呀？行，孩子睡觉，睡觉非唱歌，都你娘把你管的啊！一天到晚唱着呢，在外头还唱不过，回家还唱啊？没，别那么多废话呀！不像话了啊！爹拿会唱摇篮曲儿去，这、啊、我就会唱豫剧啊！唱吧，嗯，听着啊，说什么三更半夜天哄孩子睡觉是白来了。
了，快死了。对。